你是不是听无人话发狗啊？顶边叫我收你，该阁无阁听信。 本少紧走吼！是啦，我看你阿狗真惊，我先关心的孙啊，伊暗日就踮遮困，好好休困。这是嘛？多谢你啊！小可代志啦，我嘛爱甲你核实的，是因为吼，惊对你造成更较严重的伤害，毋知一直毋敢去甲你阿狗做动。你妈咧讲啦，出我知影吼，厝边头尾拢足惊伊的啦。 那恁唔得爱较勇敢呢，啊！若无其他的人，免到花到二四点钟，拢在替你注意啦。啊，不过要爬起来我也爬袂过伊啊，我常常互伊趴在涂骹死过爬啊。那恁得爬起来啊！就成功哦，伊搭伫你的头壳顶，只要你爬起来，伊都会跋倒啊。你无脚健强的，万阮若无伫遮，你是要安怎啊？好啊啦，莫讲啊啦，阿笑都是会惊。 我破嘴啊！啊，这死人啊！你在逼什么忙？班长，近两天才来干阿是鬼呢？你配合我来上班吗？啊！是你，你太着弯刀！因为我是你的路来负责啊，专治你这死性不改破口。 这个查甫人哦，总是大头管袂着小头啦。啊，既然你的大头才了无头心哦，我前两天才见过你的代志，你随落我放袂记。那安尼，我就把你的小头找倒来，我连查甫囝拢做袂成啦。大汉，我知我唔对啦，我以后绝对袂拍阮某啦，拜托啦。班长，啊，你拍某的时阵。 你是真凶，真歹！啊，竟然，卖加个闪亮，甚至这种人哦，佫都是敢那样欺负查某人的臭死人呀！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你若佫要卡住领导一支波，我一定会转来找你算账。你是绝对躲袂过我五指山。 死狗！那是你的小阿狗，我会甲你跪下，吊起炮刀听着无？我知啦，我知啦。阿虎，我先进去，警察们啊！你报警啊？不是我啦，我甲你救抓啦，不是我都唔知你要来啊！我知，小太婆有这么好心，今日甲出袂我。阿虎，我知你是来源警察们啊！ 警察大人，紧急话啦，有人要甲我刣啦！啥物刣伊？不知走出去啊！不知走出去啊！紧急追啦！动的慢走，动的慢走，慢走，动的慢走，慢走，你别动的！动的，你给我动的！ 快点动啊！你莫听！快走！快走！快去走！你下楼去啊！你下来看麦。好。
미치잖아. 마, 레비. 마, 내 진짜 있지야. 내가 잘하자. 마, 这阵啊哦，我拢一直想办法咧找你啦。啊，拄只哦是雄雄想到，你敢会可肯哦，万条万甲你带转来租厝诶？我唔正哦来看卖啊，啊真正叫阮摇到啊！妈，你平安无代志哦，安尼足好诶。妈，这阵啊你过得好无？万条万又甲你苦毒啊无？无啦，我拢一脚踏入去棺材诶人啊，伊搁会当对我安怎？妈，我那咧。慢条万跟我来对，伊无伫个啦，我拄才去房间看伊无伫个，才出来看卖咧。那呢哦，那趁即马紧来走啦，先离开才好讲吼。啊不，袂用的，我袂当离开啦。啥袂用的？感觉慢条万伊甲你威胁？啊，唔是啦，伊嘴里吼是警告我袂当变鬼变怪啊，不过我著知咧，就靠慢条万。伊即嘛是一个亡命之徒，什么代志做袂出来？袂啦妈，我袂用甲你留伫遮，过去，咱紧传妈走。行行行，小心！哎呦！万条万，你莫过来啊！我好好面食，恁爽家己送上门来。今日恁都已经知影我中心的所在，那恁一个拢免想要走。阿姐，你先把妈带走，万条万，我来对付。过去啊！过去，慢点，我要拜托你，你快点，我带你来这边的分享，帮我好心耍好不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这个老太婆，我都还没吹算笑，你竟然敢搞偷人情吗？慢点啊！你让我做人情，我替你做。你把我妈放开好不好？恁着急啦！恁若要死哦，恁行无几趟走。走！妈！慢点！慢点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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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拢已经出卖我，要替我命，你还有什么头讲？我当时出卖你啊！你不敢去教训只狗，我去！这狗的，你今日利用这空忙去报警。哎，你有影是假心唔到，干那样对我念经，结果家己选出这种笨手台，哈！我真正无，我干哪只啦？警察拢去找过来，干只变改哦。小苏起来，好吧？停住！你慢点讲，你慢点讲啦，停住！什么人敢过来？什么人都无命。娘，妈，小心！慢走！你什么人？敢敢阻挡我？都莫跟我成瓜乡，好你妈无命！你人是啥？伊是通缉犯慢条万呐，伊甲我骂俩走去啊！阿俊同志，那吵到大细声，李医师，出现什么代志啊？阿秋，你哪里吃？就阿狗甲我拍，先生嘛哦，我先住喺恁家啦。那安尼，阮妈是不是哦？即阵啊，拢甲一个歹看面的查甫人住伫遮？有啊，啊，不过先生嘛吼，讲予伊是阮亲的孙仔呢。啊？妈，今日替万条万讲话，跟我小孩变的。那个查甫人是不是对我妈就歹？无无无，伊是好人哦，伊阁帮我教死阿狗哦。这哪有可能啦？伊是通缉犯万条万呢，伊把我妈抓来吃，即马阁把我妈带走去啊。干么呀？啊，不过伊帮迄个先生嘛，有去挽柑仔呢。而且吼，伊我嘛是因为伊的刺激甲伊的鼓励，我唔才吼决定要勇敢啊，敲电话吼报警呢。你报警哦？对啊。
我有听到伊讲，会使靠113报警，我卡到咧房间内吼，想来想去，愈想愈感觉伊讲的足有道理的，我爱勇敢，所以我就靠113吼报警，讲阿狗甲我家暴。看来是呛死，无怪妈讲伊无报警，啊，不过煞有警察走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伊若误会报警的人是妈，啊，万一对咱妈哦不利，是要安怎啦？别。伊若认真落来吼，伊就会听先生妈解释哦。你那这样有自信？因为吼，这两天吼，伊虽然讲话较歹声少，啊，不过吼，伊拢做的拢是好代志哦。啊，搁这先生妈足尊敬的哦。啊，讲实在，若不是听恁今仔日安尼讲吼，我实在无认为伊是一个做这侪歹代志的通缉犯呢。希望真正像像你所讲的安尼。伊袂伤害阮妈。哎呦，你车开这紧，危险啦！我来过上班啦，确实会有，予警察抓到危险啊！你这老太婆，今日想要用这款报数？我真正无报警察。我若真是要出卖你，头一天过来，我就会当打电话啊。生活够紧条的，啊那无，你煞了报警啊！现在你就是不相信啦？警察拢已出来家去啊，要抓我！我是头大过去要加神经，伊若无报警，免人将拄好。我有影是跳三条溪水，拢洗袂清啊啦。真好啊，那呢？伊就跳第四条，第五条。你的手一直在流血呢，不要紧无？没事啦。讲什么气话啦？你不是搁咧烦恼你的母仔？你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啊，伊是要安怎？你别想拍平亲情牌啦，我即马。你阁相信你讲的话啊？好啦，莫讲了。啊，不过你还先把车停落来，我先把你的工作处理你的。不是我把你骗啦，你家照镜看啦。你规个面哦，白死算的，莫多强啊啦。我无真正去的，对啊。好啦，谁在你啦？桂林若是有啥物状况，做伙上路啦。我食到这岁数，我比你较久啦，剩下我较会好，是你吃亏。万条冠，你若是气我，唔多爱先勇敢活落去，才有机会找我算账啊！你安尼多强，有啥物路用啦？你点点啊！你停车啦！安尼就对啊啦！哎呦，慢点快！慢点快！喂，慢点快！哎呦！我刚才够喘气，是讲我也袂晓开车，即摆是要安怎才好？喂！